加油，别加球。不行，那个吃东西哈，他因为他最严重的是两个肺，肺那个 X 光拍起来两个几乎都是白色的，等于都已经感染了嘛。他现在是用全氧在呼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医生我也有碰到主任，他的主治大夫，他也是跟我讲说，我们就让他不要受痛苦就好了。上次有提到过，其实有些那个当地就是同意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通知我来的时候，可能是又是之前，因为我不晓得他老公跟我讲了，跟着跟我讲的。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可以签这个东西？再怎么样也是，可是签都已经签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主治医师啊，还有这个陈院长都跟我这样讲的话，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在。我已经请求他们说，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救回来？他说两个都摇头。我说那你目前没有用什么药去治疗吗？他说没有其他的药能治疗，只能。就是打吗啡，然后提升他的，他打那个提升他的这个血压，不要降下来，就是意思就是在拖就对了。